台湾的农业田园风光，在台湾土地上交织成美丽的画布。维新世界田园交响曲带领大家来到户外田家，尽览田园风光，体验农作的辛劳与田园生活的怡然心境。5月7日起，每周四晚上8点，欢迎准时收看《维新世界田园交响曲》。